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带大家看一下 Outer 小区第二号户型的样板房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了，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一进门的这个感觉。那进门右手边呢，就是楼梯加客厅，然后这边呢是连通院子的。那这边的户型呢，室内居住面积为3328尺，那价钱呢是从165万美金起。那么现在呢，它的装修都是 upgrade 过的，大家请随我参观一下。那么他们的 HOA 呢是321.5块每个月。再看一下这个厨房，怎么样，这个一进门连通的厨房、客厅加院子，有没有很开阔的感觉呢？看一下这个院子的设计，源源不断的流水，就好像源源不断的财运和运气一样。来享受一下加州的阳光，看看这个的设计有没有很特别呢？那边呢还有 barbecue 的区域。3房3.5浴，也就是说每一间卧室都有自己独立的卫浴，非常方便哦。楼下呢，这一间就是我们楼下的整套卧室了，大家可以进去参观一下。采光非常好，先去俯卧看一下。
光，那这边的采光非常好。总结一下奥泰小区二号户型样板房的特色，居住面积为3328尺，三房3.5卫，价钱呢从165万起到169万。那么这边三个卧室呢，一整套卧室在楼下也有自己的洗手间，那么客人呢也有自己用的半个洗手间。那么楼上呢有两间整套的卧室，包括主卧，这两间卧室呢在楼梯的两边。那么这边的设计呢是极限现代奢华的设计，还有非常舒适的格局，那么是非常适合居家或者是投资。3房3.5卫的设计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实用。那么这边的小区呢也是治安非常好的， HOA 呢只要300多块每个月，321.5块每个月。那大家享受一下，这边无论哪个房间呢采光都非常好。参观过了这栋房子之后，你感兴趣了吗？感兴趣的话就快点联系我哦，预购从速，新房等你拿哟。在二楼客厅享受一下我们大家族的阳光，真的是不错。那么楼上呢一间主卧加一间次卧，楼下呢另一间一整套的次卧，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实用的。那么奥泰小区呢在尔湾也是非常出名的，这边是由建商冷奈建的。建商冷奈呢，它的特点就是会给我们人工智能的家具加节约能源的设计。那么更多关于这栋房子的信息呢，我也会放在屏幕上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是 Mina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加评论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